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胖哥啊。我们店铺今天晚上就要准备清仓处理了。现在我带我妈，哦，主要是我爸啊。我给我爸想去选件衣服啊。我妈说去参考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合适我爸穿的啊。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。到过年之前没买啊，现在我们现在去买一件。